终于准决赛结束了，我现在心情就是如释重负。我觉得这个一个星期也是对我一种也是蛮煎熬的，但是也收获非常大。我觉得我刚才发挥的自我感觉还比较满意，把我所准备的、所想要的都表达出来了。谢谢，请支持国际中越指挥大赛。